民宿记第一章，好，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书卷。我们在民宿记里面我们看到是所谓摩西五经的第四本，也是整本圣经的第四本。那摩西五经接下来最后一本呢就是生命记。基本上摩西五经呢是按着年代历史的顺序而写成的。那我们在民宿记里面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他们进一步的历史在他们出埃及之后颁布了律法终于到了第二年的出埃及第二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民宿记的开始。那为什么叫民宿记呢其实呢就是从摩西开始数点军兵开始的这段历史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人趋向于稳定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以色列人跟神有很多的冲突那以色列人有十次试探神大大的干犯了神所以呢就是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跟神之间有很多的这种冲突。但是呢后来这个事情安定下来，人民也开始顺服了那律法也颁布完了在利未记里面都有写到。所以现在是一个进入到稳定的阶段同时呢也是要开始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们离开埃及进入旷野，要进入到应许之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预备他们要来面对敌人所以呢神一开始的时候在民数记就叫摩西来数点军兵也就是这是预备要打仗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跟第二章很有趣的是居然好像都是完全一样的内容当然用词遣字呢并不是完全的一样但是内容上面几乎都一样就是讲到摩西呢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以色列全会众当中来计算所有的男丁这些男丁呢就是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来数点这些军兵所以他们总共有12个支派，每个支派呢有哪些族长所以12个支派各有一个带领的人所以把这些带领人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呢在一个一个支派的讲出他们有多少的这些男丁，有多少的军兵这样算起来呢在这12个支派里面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是4万多到7万多这样的一个人数那人数最多的应该算是犹大的那但是有一派呢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是完全没有要数点的为什么呢我想呢因为他们是分别为圣，让神来使用他们作为祭祀的这个事工的所以他们不是用来打仗的所以他们的待遇呢跟其他12个支派就不一样也没有数点到他们所以总共加在一起呢有多少人呢这些能够在战场上打仗的20岁以上的男生呢总共有60多万那再加上老弱妇孺的话加在一起，一般呢估计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时候差不多是200万人所以你可以想象摩西呢就带着200万的这个民族就在旷野里面行走，哇，这个简直是难以想象我们看到如果难民超过几万人的话，那已经是一团糟了，一团乱了可能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
摩西居然能够带着这两百万人能够在旷野里面40年最后呢就由约书亚带着进到应许之地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神迹那我们看到在这两章结束的时候呢都是讲了一句话那这个评断呢就是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那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行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整个以色列百姓呢就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因为他们开始学乖了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免会想到说后来呢经过1500年之后就是大卫的时候他也在数点军兵但是呢这次的数点军兵呢却为大卫还有他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灾祸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呢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呢一个是神所喜悦另外一个却不是神所喜悦的。有时候我们讲到说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去数主日崇拜的人数小组的人数这个是不是太过于企业化啦或者是想要注重这个业绩呀其实呢神是很看重数字的。关键呢不是在于有没有数点这些人数关键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关键是不是出于神的那我们看到摩西这个时候的数点军兵是遵照神所吩咐的去做预备要打仗要让整个国家更加的有组织但是呢当大卫在数点军兵的时候已经是有先知警告说不要这样做了但是大卫确实一意孤行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他要显出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权势有多大所以是一种这种比较骄傲狂大的心态出发来的所以他的动机显然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看人心我们人是看外表所以我们心里面的动机是神真正所在乎的所以做同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是神所喜悦的有时候是神所不喜悦的关键就是人心里面的动机所以呢我们也要在神面前要警醒要认罪悔改在神的光照里面我们常常的反省如果有什么样不纯净的动机神所不喜悦的让圣灵担忧的我们就要快快的认罪悔改神就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让我们不要再任意妄为了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就像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最后所讲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行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是能够随从圣灵而行随从圣经而行随从教会而行主啊让我们能够不是出于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血气私意野心狂妄虚荣乃是要能够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尊你为主让我们能够过这样子的这种生命让我们都是要尊你为高尊你为主的感谢主求你来匡正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与你对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